接下来看内政部举办台湾宗教白锦票选活动，全国有417个宗教的景点来入选，最后将选出100个景点。而五节乡内就立泽招安、二节的王宫过火以及次节金生土地公三处入围，因此乡长呼吁大家投票支持，让三处成为台湾的宗教白锦。招安，各位景特地公，大家来支持，招安。内政部推动宗教沃土计划，举办台湾宗教白锦全民票选活动，而全国有417个宗教景点入选，而五节乡就有三处，包括给了干脏二节王宫过火以及四节金生土地公。为了争取乡亲的支持，乡长今天连同三位庙方主委出面呼吁大家前往网站投票，就有机会可以抽到60寸的数位电视大奖。家人吼，甲所有啊推动，予咱自己王公生，甲咱永安宫的招安，以及咱上大的金土地公吼的加持之下吼，啊，即届会当入围三间。啊，伫遮要邀请所有乡亲啊来参与即届票选活动，啊，予咱的三间庙宇会当进入全国100个景点内底，啊，予咱的啊五届会当搁较大会创造咱的啊能见度。来行销咱五间吼。乡长简松树表示，立泽遭安、二节王宫过火，都是五节乡重要的无形文化资产，而四节金生土地公又是全国最高的铜柱土地公，所以希望宜兰乡亲可以踊跃投票，让这三处都可以成为台湾的宗教白锦。啊，王公生，在咱这几年啊无形文化活动的推动之下，和咱五届的能见度会更加大呢。啊，咱今日干永安宫。啊！伫咱同款，伫咱近年来啊，推动咱早安的无形文化活动，啊，予咱早安的活动伫过年春节的期间，成为咱宜兰县非常重要的庆典活动之一。啊，咱四界金土地公啊，是咱全国上大啊的铜雕土地公，啊，佮有咱全国上大的金土地公之一。啊，讲入围是得奖，但是咱的得奖需要啊，咱所有乡亲的票选。啊，咱在我都进入咱全国100名诶宗教庙景点内底，伫遮爱发动咱所有号召咱所有诶乡亲做伙来，互咱诶三间庙宇会当进入咱全国白锦庙宇。台湾宗教白锦全民票选从现在开始到10月20号下午6点截止，每个人都可以投6个不同的景点，只要在网站上搜寻宗教白锦、宗教沃土等关键字，就可以找到票选活动网站投票抽精美大奖。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。